你希望在庭院中拥有小桥流水的宜人氛围吗？今天我们将从专业的景观设计角度出发，分享如何建造一座与庭院整体风格相符的景桥。学会这几点，您的庭院也能成为一处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观胜地。第一，考虑桥的功能。除了连接两个地点之外，景桥还可以有其他的功能，例如提供休息的场所，增加庭院的观赏等。如果桥面较大，可以在桥面上设置雅座，增加诗情画意的美感。因此，桥不仅是一个通行的空间，也是一个雅致的停留空间，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。第二，考虑桥的材料。桥的材料应与庭院的整体风格相符，例如木质景桥更适合自然风格的庭院，石板桥更适合中式和禅意庭院。如果您庭院的环境风格比较统一，更应该考虑与环境的协调性。第三，考虑桥的形状。桥的形状应与庭院的空间和地形相适应，例如在小水池的庭院中，拱形的桥可以更好地融入环境，而较大水面的空间，我们一般会选择平视的折桥。不同形状的景桥会增加庭院的美观度以及我们与环境的亲密度。第四，考虑桥的尺寸。桥的尺寸应与庭院的大小相适应，过大或过小的桥都会影响庭院的整体美观度，需要根据庭院的大小精心考量桥的体量与尺寸，以达到最完美的比例。第五，考虑桥的安全性。需要考虑桥的承重能力、防滑性等问题，以确保使用者的安全，需要选择安全可靠的桥体结构。景桥是庭院设计中非常重要的元素，可以增加庭院的功能性和观赏性。希望上面的介绍能给您带来一些启示。以上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，感谢观看。原想家，您身边的造园专家。